吃饭，好好睡觉，除了球不能不活了。我觉得其实，通过昨天到今天，可能自己也希望能，自己也认为可能还没有从奥运完，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像自己之前一样比较正常、比较积极的一个比赛状态和一个对待比赛的这种欲望。可能这个大满贯是自己想去好好打，但是并没有，可能并没有想得更细化一些，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好好打，可能只是想去全力以赴，但是在不论是在思想上，在心态上，可能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沉下来，去跟对手去，去拼啊，去对抗啊，这种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在里面。我觉得通过今天的双打，可能到了第二天双打，自己也希望能通过双打和梁云鹏的双打来去找到一个好的比赛感觉，让自己能在场上重新找到释放的感觉，释放和投入的感觉。今天在巴基场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中国观众来支持你们啊。然后也是刚刚在现场的助威声非常大。朱青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？天天都是这个问题，我真是歇不过来了，有点差不多得了，可以了。那感谢大家支持。都放假了还解释啥呀，多吃点。所有的菜都涮水了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老师们，加油加油。